我给你泡泡脚，按按小腿吧。我看你老穿这种厚袜子，肯定就是凉嘛。因为我体寒。你烧点水啊。嗯，对，你烧点水。胖吗？这就是我平时的温度啊。把裤子撅上去。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有啥不好意思的？你脚太凉了。烫，真的烫，你小心一点。宝宝起什么名字？既好听又能有好运。谁给你发的呀？就一个软件。我原来的名字叫杜小野，佛小的小，真的假的？野战军的野。他怎么觉得杜小野好听呢？我爷爷不喜欢，说太难听了。然后等于我爸我妈又去查字典，就找到了这个纯字。我叫杜小野，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呢，我也不知道。真的。哎呦，我一出来看一下，又回去了。受到了一种受到了惊吓的状态回去了。为啥惊吓？不知道。一般杜淳在我就在卧室里待着啊，给他们俩留足单独相处的时间。哎呀，好暖。是要现在就开始按了吗？你先往后坐一点。你现在穿鞋紧吗？我就买了大一号穿的。疼吗你？还挺专业感觉。你这是干嘛呢？给他按摩呢？他非要给我按摩姨。他小腿累。看你多美呀。美吗？嗯，这个衣服颜色好看。